每年都有非常非常多人死在跳水这上面啊。那跳水呢，到底有什么样诀窍啊？让老皮教给你，带领你进入这个跳水的世界啊！这是我们今天的台湾风云路啊，不是啦，风云路走错路、欸，你家都没路可以上去啊，哪里跳啊？怎么会没有路？他们说要那个哎、欸，路是人走出来的。啤酒花要去哪里倒？是哦、好吧，啤酒花啊、那个纳尼亚传奇里面有纳尼亚传奇，不是啊？这怎么上去？哦、你很逊哎、欸。你第一次来我家，来偷打广告，太扯了吧？你是说他多少广告费？你为什么帮他打广告？没有了，那是我的。哎、欸，天啊嘞！十八拐啊！而且这边还有人头怎样？在哪里啊？这边人头怎样？台湾走错路？什么鬼啦？讲台湾走错路 ？TP 我就对了 ，TP 我就好了。这个头颅是怎样？就是要纪念有人死在这边，是不是 ？TP 一下 ，TP 一下。沙漠 M 被未知杀死了。老皮 TP 我，什么 C cat 以为一个安南的着地，好 TP 你啦，耶、yeah, ，喂，我们可以开始道路了 ，Yes， I got one， 你很机车哎、欸，我找到了，你好，你死定了，等我啊，你那边到底怎么啦？怎么淡定啊？卡住了，哪里？呀！我们要这样子吗？我来啦，宝贝！哎、欸，你这样还有东西捡不回来了啦！造泥土啊！你帮我负责弄回来。没有啊，掉水里面去了。为什么你的头在那里？这是石头啊！我说造泥土啊，那泥土才有用啊！可以啦，造东西啊！快点啦！我敲掉不就捡回来了？那要重点敲，你没办法敲啊！你给我稿子啊！你给我稿子，来来来，够多。你这样你会洗倒东西啊？因为你看、啊，如果这个我们盖这个的话，就直接把那个甘蔗全部种在这排，有没有？你要稿子吗？不是啊，我是打算说吸出一个大空位啊，然后到时候在上面铺一层泥土就可以变地垫。哦，也是哈，也是。嗯，好啦，我现在已经找到，我现在已经找到就是我就是实况要干什么东西了。好，种在沙非常非常明确，会比泥土快、啊，快死掉，比一般的那个Minecraft 还要快。好啦，找你了。好，谢谢。我去找泥土，我去找沙。好啦，你等我啊。我先去忙一下。那里养是你拍的影片？我刚不讲了吗？什么的？奇怪，那耳朵说怎么了？我比较慢理解嘛。勇者太慢了。我又募集了，募到了一个勇者来跳水。这事实可以证明我那个这个做的非常的好。你不要在那边偷开创造模式哦！你不要在那边偷开创造模式哦！你要干嘛、啊？看到了啊！被看到了。你作弊是不可以的哦！你等我哈！你这个作弊太过分了、哦！你等我哈！你等我哈！等我！真是个心眼不大的家伙。心眼不大，小心眼的家伙啊！好，这个位置不错。为了纪念，我决定要把这个东西放在那。哎呦，来这一套、哦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有太扯了吧？为什么你没事？葡萄，可恶！葡萄有两种种法，一个种在那个地上的那种嘛，一个是 grapes， 一个是 hops。有一种掉出来的，有一种是要做那个用那个支架、哦、才能种，它能种在地上面，就是它可以用支架一直攀上去，那种是葡萄架的，要架那个的，架那个支架才能种。哦，我有两种，那我出海来找丛林树苗。为什么要出海去找？因为我们家附近都没有丛林树啊。有啊，我跟你讲说，我有一组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他马上回来啊！他马上 TP 回来。不，我不会 TP 回去，我会坐船回去。老皮嘞，不见了。我要回去了，他也变暗了。老皮不出声就是在害人的时候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你可能他刚刚开始创造模式还没关。你走一走啊！为什么我们家下面丛林树苗都没了？不是拿走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有拿一点点而已啊，怎么全部都不见？哦，都哎，怎么被吸上来？一定在害人。哎，那个黑咖啡不是要红色的花吗？哎呀哎呀哎呀！好
好了，我刚才擦，我刚才去擦干我的眼泪了。那个，我眼泪。对啊，你不是爱樱树花，树跟玫瑰都可以。对，你就多带一点，就是做小熊软。多带一点啊，顺便八哥还可以。哎，你看看。可是我没有找到哎、欸。安全。他不是一本新生啊。我只是想到而已，想问你一下。你不要在我家徘徊哦。那个红色花很少哎、欸。你这个怨灵。应该是刚好我们这一罐没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水堵起来了？啊，那个啦，那个我那台机械关机。对，怎么办？敲掉吗？我家现在有一个家，我现在不用啊，你就不知道在我家干嘛。你的水源比那台机器高，就不会有事了。他们不喷水啦、啊，传爆。喷水了、欸，这个人有阴险。你要过来了啊！因为他下面那旁边那两块被他随便挡住了。我跟你讲，人世间啊，最恐怖的不是鸣枪，好不好？而是暗箭，懂不懂？暗箭防啊！耶、欸，跟你讲，心理战也是很恐怖的啊！来啊，来啊！现在到底想怎么样？赶紧过来啊！总比有人只会开创。我大力点来啊！来，你这个创造模式的家伙，哎、欸，有人叫我杀你耶！好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高，你刚才不敢过来，你走位。换东西，换东西，不，枕头人，黑咖啡，咖啡。嗯，我带了三个丛林树苗来给你。丛林树苗干嘛呢？你不是要拿来种 paper 吗？你刚刚是鬼打墙吗？我刚刚不是说我把那个黑胡椒拿去烧了，所以没办法喝。嗯，刚刚是不是讲过？那你刚刚讲这种话吗？嗯，请看 VC 一下。I got it, I got it。什么？我到一个东西，真的忘记了吗？我以为你是说你把丛林树苗拿去烧，所以不能喝。丛林树苗怎么烧啦？为什么这个模式还没关，对不对？早关了好不好？算我早关了。真的吗？你干什么了？自己看啊。干什么了？游戏模式已经更新了。好啦，那你去外面看树有没有？树上，你去回来之后看树上有没有那个一只一只的有没有 paper？ 有没有 paper 树？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东西。其实这个、啊、研究的这东西啊，绝对都需要花一番的苦思。啤酒花怎么弄啊？要用支架，啤酒花用支架。什么？啤酒要吃药？要支架啦，那个绳子。啤酒花要支架？对，要用支架去种啊。啤酒花要攀上去啊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我觉得跟那个非常好。我决定要效法他做这件事情，决定要采用他的意见。你有种子吗？啤酒，所以要有啤酒花种子才可以种啤酒花。不然你要怎么种？所以啤酒花要去找。对啊。啤酒花的英文叫什么？乖啤酒 flower。乖什么？啤酒 flower。哎呀，你不要吵啦！幼稚。干嘛啦？三哥就万无一失。啊啊！啤酒花的英文叫 hopes 吗？31819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啊啊！就万无一失了，我有打到，对，我有打到啤酒花，恭喜你啊，恭喜你！我刚刚就说我打到了葡萄跟一个绿色的东西啊，对，那个很像绿葡萄那个。因为这个要怎么做？支架？你拿来帮你做啊！啊，来，可以帮我种在我那个。你需要那个31819？车我不可能。31819是吗？你需要，你还需要一个东西啊！31811。31811。嘿。什么啊？好了，这样应该就哦，用酸绳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收集一些材料。靴绳。靴绳。酸绳啊！我在仓库里面也。可是他要有史莱姆球，没有史莱姆球。这边给我。史莱姆球干嘛、啊？因为酸绳不知道史莱姆球。好吧，我们花点时间收集啊。可是我这边有一个啊，这里没有很多钱，可以帮我做吗？哎，我找一下，哎，决定继续往上爬。哎，然后找一下，怎么不见的？耶！我刚刚打了，好险，我刚刚有出海，不然我就找不到啤酒花了。太神了！太神了！他要洒水器在尿尿。尿尿嘞哦！我们种在哪里？种在这里好了，这里就种在我家。这干嘛？这我怎么一棵树草跑出来？在这里啊！哦，可是我啊，好，为什么地上都会捡到丛林树苗？可是我家下面没有位置可以种。
啊，中都还没中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今天真的很疯狂哎、欸！你才疯狂好不好？是你好不好？我哪有疯狂？各位观众，你们评评评理嘛！到底今天谁最正常的是谁呢？对不对？你不觉得我很正常吗？嗯，太疯狂啦、啊！所以、啊、哪里正常了？拜托，不要骗自己好吗？我真的很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好吗？你们听我的声音，承认承认，不想听，对不对？你有跳过水吗？信不信呢？有。你不要相信他，不要相信他，不要相信他。我有跳过水啊！那你要不要再相信他？不要相信他，不要相信他，不要相信他。他讲东西都是虚假的，又是虚假，没都假。雅古雍台山，雅古雍台山。要不要再跳一次？二零退散。要。切，真不是。站在上面干嘛？我站在上面盖我的房子啊，我的树屋啊。我说你啦，我说黑咖啡啦。哎呀，坏了啦，坏呀！就这么不相信我吗？老平，你在我家干嘛？我在我家。小酒，我家小麦酿酒，我在我家，少来，酿酒花一起下去。这边是我家，好吗？第一名拿过荧光石，你不相信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荧光石粉吗？我有啊。荧光，我也有。第一个到，我刚刚也在你们那边挖了。哎、欸，那卡露露，我知道怎么酿啤酒了。嗯。怎么酿？就是要先要有啤酒花，我们现在正在种啤酒花。哎、欸，走开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什么黑掉了？难怪我找半天什么都没有。太水啦！哦，没关系。我有点无奈的说。啊，没有他我活着没有屋顶。来看，浇水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打雷嘞！打雷了！外面刚好下。树下。对啊。哎、欸，那个锄头嘞？锄头在箱子里。老平，你在我家干嘛啦？没有，我在我家。你家有这么大吗？大到后面去？真的啦，小小的房间有大到后面去。我在做那个。小一幕，小一幕，你可以过来一下吗？不是啊，我做这种东西干嘛？我又不会害你、哎。我什么时候害过你了？你说。光你说。我跟你的交情基本上有这么浅吗？然后我就看到生怪了啊。不会生怪，我就插火把，你就生怪，对吗？那边。他跑到这边来啊。真的啦。相信什么东西？你真的相信我啦？这是在干嘛？我不會騙为什么要扩大填海造路啊？我是开生存模式，我不是创造模式哦。然后我看到一只怪在那儿，睁眼说瞎话，啊、你一定是在做什么奇怪的东西。把水弄成石头、啊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东西？什么都做过了？没有，它是下面这台机器有没有看到 Ender 什么什么 Pop 的？嗯，它这台是那个。东西就是抽水或抽岩浆专用的东西。哼，然后它像它很吃电，可是它最节省的方式就是用人力引擎。人力引擎的话就是像这样子手一，你不要来我家这边，我还没盖好，你走开。嗯，打我，然后他就我还没施工好，你走开。小气哦，走开，你要参观一下不行吗？啊，还没盖好，你要参观什么？不要小气。那你要沿到哪边去啊？不要乱参观啊，整片都会是啊。哦。走开啦！我在看要怎么规划、哦。到时候这边就是给黑咖啡种田用的。哦，那你还要叫他把石头挖掉哎、欸？铺上去就好了，先在上面铺一层就好了、啊。想好笨哦。哎、欸，有花！你连名称都不会隐藏，你这边跟他偷看。种子，那里有种子。你蹲下让别人看不到你 ID 啊！那种子啊，种的种子、啊。刚有一道雷劈到家里面呢、欸，是假的？烧家要烧了吗？知道，应该不会烧起来吧？烧起来应该坏东西会枯死。我刚刚口气没有听起来很兴奋，因为你家也会烧掉。对。吃辣椒了。要追着我跑好吗？你们两个到底干嘛、啊？我下逐客令了，我跟你讲。我在不要一直看呐、啊，你这样看我盖不出来啊。我、嗯、你又不是上厕所，我上不出来。你跟你讲，你大便的时候一定要看你会大出来吗？你现在就不是在大便啊！我就像大便一样，我在发挥创意的时候就是像大便一样没、欸。我欣赏你的创意、啊。海猫有人说，对，就是你不能在我大便的时候看我大便啊。可以啊，是我欣赏你的创意，我很想跟你学习。不要看别人大便嘛，真的啦。可是我们现在水果好像蔬果类比较容易黑黑的一滩，肉类好像就补的比较少。
不一定，因为现在熟肉的话，你把肉直接拿去烤，并不会补比较多。最好的方式就，对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把生肉拿去做汉堡。哦，所以鱼肉可以做鱼堡吗？哎，干嘛？这就要问大厨了。大大有话好说、啊。要喝黑咖啡吗？